宽板它这个运动就是它是一个很独秀的运动，你会自己要求自己把自己做到最好，然后去得到别人的欢呼。像宽板这个运动的话，它一开始基本就是水面上的动作，可能转180、180或者转360，再来进阶的话就是开始跳，因为它的船后面会有两道浪出来，进阶就是跳那两道浪。那再来的话就是跳浪、做抓板、做转体的动作，这边都算中级。再来最到高级的话就是要做空翻的动作，不然就是板子要抬起来超过头的动作，就超能飞。其实算一算，我练到现在大概1.5年左右，要克服的当然就是因为它会有一些动作是有一点危险性啊，对，所以你要自己去克服，说我可以做得到，就是不要去怕这样子。我受伤过最严重的一次是在韩国比赛，是做那个超人飞的动作，结果失误高度不够，下来的时候整个往前摔到脖子，那结果两只手就是感觉瘫痪了，没有力量这样子，然后那时候就马上送到医院。那回来这个动作也调整了很久，在心态上面，当然就是不要去想说我会跌倒，我会受伤。就说我一定会成功，拼了就对了。这次世运会，因为那些选手都是练了将近10年了，所以说真的要去跟他们拼，是不太可能拼得过他们，除非他们真的失误。对啊，那希望我可以把自己想要做的动作我都完成结束，然后让观众觉得，哎，其实台湾选手也可以做得到，对啊。2009，世运看我，耶、yeah! ！